运动、休闲、军工装穿搭，搭配球鞋、饰品、墨镜、帽子等单品，创造出整体更为完整的风格。如果是喜欢这类风格的朋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发我们的 IG 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精彩影片。这次要开箱的是户外品牌 Topology 的品牌，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哦，甚至可以在成品书店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哦。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Topology 的设计理念哦。品牌主理人 Carlos Ganon 以身为攀岩爱好者为理念，创立了 Topology。Topology 这个品牌呢，是以攀岩工具以及绳索还有齿轮启发为基础，设计出适合于城市使用的高机能实用产品。之前在我的影片中也有介绍过他们家的多功能商务背包，相当的好看，也非常实用，既可以正式也可以户外，是一款 CP 值相当高的背包。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右上角的影片来做观看哦。这一次我要介绍的是 Topology 品牌中两款热门的高质感单品，就是绳索背带手机壳以及绳索手环哦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就继续看下去吧。OK， 在使用这款绳索背带手机壳之前，我们来试想一下，如果只是短暂的出门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总是将手机放在口袋或者是拿在手上呢？扣除掉落在地上的可能，放在口袋中总是会觉得一包鼓鼓的，蛮丑的。但是为了一个手机再带一个小包出门的话，重量的负担也是非常的苦恼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 Topology 的绳索背带手机壳哦。这次 Topology 所推出全新的 Doro 买的绳索背带手机壳呢，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款绳索背带手机壳哦。那这一款的手机壳的绳索材质呢，是用 6mm 粗的聚酯纤维所做的设计哦，那相当具有 outdoor 的风格哦。绳索的粗细呢，不会让人家感觉过于单薄，或者是说，过于粗犷哦，像我这样背起来就蛮适合的，也蛮中性的哦。手机上的绳索以及扣环呢，都是可以轻松拆卸的哦。你看，像我这样的话，可以直接这样拆起来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机壳哦，方便你随时呢想要，正常的携带，或者是说你想要斜背手机呢，都可以哦。手机壳以及绳索背带也可以搭配不同的风格及造型来做搭配哦，相当适合只想带手机出门的你哦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 Topology 品牌的原因之一哦。结合了实用，那外形呢也相当的出色哦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挑选了两款 Doro 买了绳索背带手机壳的两个款式哦，接下来做介绍。第一个款式呢是一个湖水绿的手机壳，搭配相同色系的绳索，这是我蛮喜欢的一款，搭配上银色的金属扣具，整体相当的低调，而且百搭。夏天出游搭配不论是深浅色系的衣服都相当的和谐不抢色，重点是这个颜色也非常的适合男生以及女生的穿搭哦。那第二款呢是黑色的手机壳，搭配的是橘蓝色的背带哦。这款黑色手机壳算是低调百搭的款式，绳索的部分我选择是橘蓝色的款式来做搭配，会特别挑选橘蓝色的绳索，是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属于对比性非常强烈，却又很合适的搭配在一起哦。最喜欢的是这一款绳索上的古铜金的金属扣环，上面的小细节做得非常有质感。这款 Doro 买绳索背带手机壳在官网上也有非常多颜色可以做挑选，颜色呢以及款式呢，不论性别男女生呢，我自己是认为都非常的适合哦。第二个就是介绍的另外一款 Topology 结合
攀岩绳索以及滑轮硬件，设计出一系列的时尚百搭的绳索手环哦。如同我之前露我奶的影片所说的哦，我蛮常会露出手环来做一些拍照的影片，因此呢，手环上的搭配呢，我自己是认为也是一个我蛮注重的一点哦。这一款由 Somebody 手环系列呢，以滑轮金属扣为设计重点，搭配5mm 粗的攀爬绳索，设计成充满力量感以及凹凸感的手绳系列哦。金属扣的颜色呢，有分为金色、玫瑰金、银色、黄铜、雾黑作为搭配，都可以做自由选择哦。官网上也有另外一款Calamos 手环系列呢，那这一款的扣环和粗度都较为细致哦，比较适合女生或者是手环较细的人都可以选择另外一款来做搭配哦。重点是目前 Tapage 推出限时优惠哦，只要购买两条手环就可以享有8折优惠哦，那绝对不能错过这一次入坑的好机会。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威力要跟大家分享的男女都喜爱的户外运动品牌 Tapage 的两样单品，绳索背带手机壳以及绳索手环的开箱哦。这一次的单品开箱有哪一样单品是你喜欢的，或者是说你之后想要看威力开箱哪些穿搭单品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哦。那也非常的开心，这一次呢是我们频道跟 Tapage 品牌的第二次合作，在此呢也想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在购买 Tapage 的管道以及优惠活动哦。Tapage 的台湾官网呢目前已经上线了，更可以在官网上使用我们频道的专属折扣码，就在这边。Willy Wang H10 哦，这样就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来购买 Tapage 的商品。最后，喜欢男生穿搭的朋友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G。每周频道呢会定期制作相关的穿搭分享以及球鞋单品开箱。我是 Willy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